穿亮片黑洋装，女星陈雅兰气势非凡，炒王彩华的大腿很捏，交情好的两人合作出演喜剧八点档。从我们今天开镜典礼穿的衣服就知道了、我们黑白分明，但是呢在剧里面是是非不明，为了男人。对，那男人有什么好吵的？有较劲的感觉，让我有一点担心又害怕。对，因为你会怕吗？有一点点，但是在戏里面演的话，我是真的不屑了。两人戏外交情匪浅，但这次要演闺蜜戏强，将和洪都拉斯李新文对戏，最熟悉的仇人。30年后，因为各自儿女爱恋，再度牵起友谊情分。为了我自己的家，也会这样，所以我觉得他跟我有很多共同点啊。但是呢，他有一点就是说，他跟一个姐妹伴结仇，这个我是没有的，是别人跟我结仇，我没有跟别人结仇。豪迈性格的陈雅兰说自己和剧中角色相似，希望透过喜剧让观众产生同感，化解心结。陈雅兰降临八点档，让新生代演员害怕对戏。雅兰姐气场太强了。彩华姐本来就是一个她没有什么前辈的那种压迫感，他比较像跟一般朋友在聊天的感觉。反正以后要对戏的时候，我就先跪下，先跪安，跪完了之后再来继续演戏。陈雅兰、王彩华强强联手，期待精彩火花。近期剧组正在角色定妆时碰上强震，摇的时候是蛮可怕的。因为我们在地下室，所以那个整个是地基在晃动。不要再有地震了，拜托老天爷保佑。全台有感地震，艺人们宣传新戏之余，也不忘呼吁防灾观念，保障安全才能安心追剧。TVBS 新闻下面真张启云台北报道。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。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。